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寓言《河神》。河神，有个人对国王说：“河神是大神，您为什么不想法见见他？我愿意让您见到他。”于是就在大河边修了一个高台，那人和国王一起站在上面。过了一会儿，河里有一条大鱼游动，那人说：“这就是河神。”这个寓言来自韩非子。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。国王会怎么说呢？他会说他被骗了吗？还是给这个人奖赏？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安徒生的《皇帝的新衣》。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河神，有个人对国王说：“河神是大神，您为什么不想法见见他？我愿意让您见到他。”于是就在大河边修了一个高台，那人和国王一起站在上面。过了一会儿，河里有一条大鱼游动，那人说：“这就是河神。”